他唤着他的剑，于无尽黑暗中，先与他的亲友，先与他的爱人。轩辕剑在侧，他不惜一切封印天之痕。即便通天塔内部破裂，陷入混沌时空，神奇流落，一切也不会改变。他们的选择将会再次告诉你答案，你终将明白，即使再来一次，一切皆如昨日。你爱着世界，胜过威名，胜过生命，胜过任何人。可你真的爱着世界吗？你不是我，你不承认的私心都是枷锁。尤文托，你真的爱着天下苍生吗？尤文太师，你总算醒了。小雪姑娘，这是你要找的人？接下来是要到这塔顶去，才能送你们回到原本的世界中去吗？